面这个卡兵卡的可以啊，我这把卡兵其实挺完美的，一、二、三，卡兵炸，往后撤，勾一下兵，他还有那种老版本的点祭奠的宙斯，好吧，感觉这个版本应该，反正肯定没上个版本力，可以，炸，种树吃个树，这个可以骚扰一下他补刀。反应一人反目一个，反应这边逼他用了个祭奠收兵，反正这宙斯补刀也挺多的，四千位数的兵营围到了肯定没啊，性价比多上了，买平了。这波线的话，他肯定控不住了。然后我也没什么招式这一波，然后我状态也不好了，回来卡下一波兵线，把下一波线卡到。他又电我了一下，没了，可以。拉 A 可以，可以，同时喝瓶子，他没有仙灵草，可以。这边两口瓶，不用急着回家，还是在后面。这波陷阱塔他亏了两波兵马，很赚了这一波，超级赚。这波线其实也不用回家，好吗？也不用回家。这波线回家的话要丢很多兵的，一波半把它丢了。但是这波线我不能用技能清，我得用就普攻慢慢清，也不能挨他太多的伤害了。主要刷符了，我不想冒这个险。欢迎欢迎，刚刚我细节好一点，这个远近战兵早点放一个残影的话，其实这座是死了，只要防御塔跟一下普攻就死了。
能明白我的意思吗？他们肯定抓到我们去干的，搞笑了那个，我当时泡泡呢，你这是什么？这波小小在下漏了，这边踢上去。这冰雨仔，这冰雨其实还行，挺肥的。还有那个抗不抖，不影响。这个马尔斯是上把那个双头龙，你知道吧？所以我这把也不慌。这马尔斯下路脑子里空补了那么久，把出来白给了一波，有那么点输。啊！你有大吗？不是。把他递回去呀，萨尔！他这没人救了，小厂没拿。这下路我可以切的，别急。冰女还没有微光披风，刚被说在顶对面的阵型，先往进切，死面 GOGG A 棒，妈的没 A 到棒。哦，老子真是打你妈 A 到防御去打了，活了。快杀个人兄弟们，啊，你杀他，他复活好久呀！完了，我感觉你圈里面了，闪现撞墙。算了，我直接去滚吧，不用等了。How's it going？ 最近怎么样？这波十几个，你们就说吧。三十二九二八，再来一波。但这波我没 TP 了，我可能回不来了。哎，完了，我滚歪了，兄弟们，完了！哎，我点歪了，激动了有点。哎，可以，对面死了只鸡，还不错。他妈的，这就死了！
是在这儿活的，我直接滚这里吧。就是一般好，一般就是一般。你想滚到，你比如宙斯这种没有位移技能的，你想滚到就是八秒起滚。你如果是对面有 BKB 这种，你想完美滚，就是九秒跳到八秒的那一刻去起滚。天辉滚夜眼和夜眼滚天辉可能稍微会有点误差，可能稍微会有那么一点误差，知道吧？因为天辉的复活是靠前的，夜眼的复活是靠后的。